上作业写不完，考试答题不会算，学霸做得太远，这时候怎么办？追星看时间，但周边统统都要钱，打工没有时间又怎么办？电影咖啡馆，宅在家里看书片，语言台词的浪漫，只能想象怎么办？每天自带黑眼圈，周围男生只看脸，心灵美丽成敷衍，要怎么办？你的生活需要长经验，每一步努力拼一个台阶，当悄悄蜕变全被发现，就是最好的答卷。比苦读半夜，梦想看似太遥远，白日梦堆成山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游戏更新上线，偏偏只有一个杆，队友还在召唤，又怎么办？每当在问该怎么办，已经想好全部的答案，就算不是正确判断，也好过停在原点。哟哟，始终不努力，长大玩游戏，别人家的孩子谁来吓死你？活得不容易，要怎么攀比？至少为了目标一直向前进，沉重的脾气养肥了耐心，当然不学去你司空见惯的把戏，善良平常心，天天做咸鱼，只要过得开心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对吧？电影咖啡馆，宅在家里看书片，语言台词的浪漫，只能想象怎么办？每天自带黑眼圈，周围男生只看脸，心灵美丽成敷衍，要怎么办？需要长经验，每一步努力拼一个台阶，当悄悄蜕变全被发现，就是最好的答卷。戈壁苦读半夜，梦想看似太遥远，白日梦堆成山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游戏更新上线，偏偏只有一个杆，队友还在召唤，又怎么办？每当在问该怎么办，已经想好全部的答案，就算不是正确判断，也好过停在原点。哟哟，始终不努力，长大玩游戏，别人家的孩子谁来吓死你？活得不容易，要怎么攀比？至少为了目标一直前进，沉重的脾气养肥了耐心，当然不学去你司空见惯的把戏，善良平常心，天天做咸鱼，只要过得开心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对吧？